一下德云子弟，谁愿意出来？谁迎战这位姐姐？郭麒麟来，姐夫要迎战姐姐。各级团员有何感想？心里边非常的激动。真的，合家欢乐嘛。你打算唱一什么呀？来，人家都唱古装电视剧的主题歌，我来一个现代电视剧的主题歌吧。哎，相得益彰，太好了。应和一下，偶像剧，你要努力哦。那我们要加油的。我们鼓励一下张虎伦。 相声演员唱歌就是三句两句，对，能唱这么整段的不容易。站在我后场那个角度看啊，穿了这么一身衣服，提光头，低着头唱歌，我特别感慨，唱得太好了。太对啊！那个施先生，德云社的这一批青年相声演员都是这么能歌善舞。贺龙刚才这几首歌唱得非常的好听，谢谢。不要骄傲啊，自己骄傲。